問者半身股9696就天齊理業嘅，咁咧佢就話阿 G 嚟嘅呢個係，佢話佢80蚊買嘅，佢話而家應唔應該止賺咧？咁啊上市價係82蚊啦。八十蚊買呢啲位置，咪以翻80蚊做止蝕位，繼續向上望咯。咁其實你問我電池股啦，我自己睇就中性啦，睇法係啊。你問我有 potential 嘅，咁但係如果你睇翻行業嘅龍頭上面，近期寧德時代啊、工豐理業嗰啲，其實都係上上落落嘅。咁所以你80蚊呢啲位置追，咁其實夾硬高追咁，冇理由就淨係炒2蚊就走嘅。咁所以我覺得，如果你80蚊夾硬追，咪80蚊穿咗咪走翻咯。短線你可以睇多2至3個交易日，再睇下佢破唔破到82蚊呢啲阻力位，破到嘅可能90蚊呢位置 take profit 都有機會嘅。咁所以我覺得電池股就睇法中正啲。高追咗咁咪自己 set 好個止賺位、止蝕位，我覺得都可以搏埋佢嘅。咁但係就只要你唔係太大注，咪跟翻去炒。如果你好大注嘅呢啲位置，咪食一半先咯。